我们有一个中医特别有名的一个调养气血的方子，叫四物汤，有这个养血活血这样的作用。嗯啊，就能喝出我们的美丽容颜，是有独立黄、当归、白芍，还有川芎。每味药6到10克，拿个养生壶，把它们4味药放在一块儿、煮水喝就行了。哦，煮多长时间就可以了？20分钟。20分钟煮开以后，喝完了这一泡之后，我们再加上水，再接着喝都没有问题。说这是一个千古妇科名方、那是不是像我们这样的男士就无法使用了？男士如果出现气血不足也想去皱的话、我觉得可以喝。有没有哪些朋友可能就不适合这个四物汤？比如说孕妇啊，因为我们这里边有活血的药啊，孕妇可能不太合适。